我相信听经闻法多年之后，知见上的建立是多少有了，在实践上跟自己身心的这个剥落解脱上面的功夫，有些时候不扎实。所以我们第一轮只针对每一个个人自度苦厄，就这样就好了。我们如何在身与心个别的迷情妄执里面如何下手？下手能够度苦厄，破妄显真。基本上，佛法在讲我们心性的清净。如果你心性的清净，你都摸不到，说你要成佛，你是被骗下来。所以第一轮着重在破妄显真自觉的功夫，我们就不谈自他问题。当第二轮一样会进入每一小段有教理，有身心现象跟修行瓶颈、修行指南、体验与整理。这里面呢，要进入第二轮的时候，就是要透析整理自己与环境中关系法的众生相对应出来的身心状态，从自己自觉体证体验之后，如何来看到一切不空。所以在自觉自度苦厄之后，也能够在关系法里面利他，但最主要是自利跟利他，这个是在自己生命的现场里面。这是第二轮要透析跟整理。如果能够稍稍的有些作用，我相信解脱苦厄。有些时候一个人自处的时候也没什么烦恼冲突，看起来好像五蕴皆空啊，但呢，一点点风吹草动，一点点什么现前的时候，那又不知道迷乱到哪里去了。所以第二轮就是整理自己生命的历史与现场，这样好吗？在第三轮，讲到第三轮呢，就是启动，启动自己与一切众生的觉与行。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空有不二，是遍一切的。已经自觉了，在利他与觉他的时候，能不能够体证常乐我净？那这个过程就有待同学我们一起努力。如果果真可以照着心经这样修，那么我们就经历了佛在说般若22年的精华。在心经的研读，如果只是跟各位大德介绍一下六根六尘十二入十八界五蕴苦集灭道这些，我想这个我的功夫那可糟糕了。这些我向来还是得捧着书籍这样来念的，这个大家阅读的能力也不会比我差。所以倒不如我们一起用修行的角度，边了解边整理
边实践边发心，这样好吗？那今天要进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时候，我们就先把要跟我们要指导我们的这个大德的这些资料先给他翻一下啊，那回去呢就要常常拿起来翻啊。这第四页是药师跟表姐的目录。宾中法师呢，他讲述的时候，照一贯的顾大德的讲述的过程的标准模式，他有五重玄义，然后对于经题、义人、正文都有很明确的脉络跟指导。那到第六页的地方啊，我们就看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表解的部分，也就是48页开始，由李炳南老居士所编的啊这个表解内容，我们也附在后面给同学做参考。那要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先大致的把这个课本啊翻一下，请翻到第八页。这第八页呢，就是宾中法师啊《心经》的要事，对于这个《心经》啊，它在五重玄义上面的一个注释。这个经啊是法喻立名，显体呢就是它的体啊，是要说明第一义空。它的宗旨呢是为了要能够进入观照般若。它的用呢，体用啊，这个用最主要这部经的作用在破三妄除三障，能就近成佛，这是妙用。对于判教呢，判教就是世尊啊，在这个49年说法，天台宗啊，把世尊49年说法有做一些分类，时间跟主重点，特别的标示出来，让我们后学了解世尊开示悟入中间呢，是用什么样的方便善巧。所以在判教里面呢，五识判教它是属于般若识。在八法里面呢，化仪四教讲的是见教之宗。我现在就是念大纲啊，内容还不说。化法四教里面呢，是代说通别，也就是通教别教，而证明原教之理，也就是原教菩萨他本身在修为上面的这个基本。那这个教相呢，是大乘的熟疏为教相，这个是五重玄义。请翻开第十跟十一，这个是心经要事总科分判表，大科分三啊。开始有经题义人，义人就是三藏法师、玄奘大师，然后正文的部分，这个心经啊260个字，里面呢显说般若，还有密说般若。密说般若就是指他最后的那段咒语。在显说般若里面分两科，开始呢秉出总是菩萨修正的境界，那秉二呢详明般若真空实义，就是菩萨在修正过程他会有一些境界，那他所证得的内容是真空实义。所以这上下又有分，
就开始呢，菩萨能所，这上面是如何突破的？那在修行正德这个般若真空的时候啊，有分四颗啊，浅执、显性，还有破妄跟正果。那当然呢，最主要最难的地方是在破妄。破妄即能显性嘛，所以在破妄的时候有分凡夫二乘跟全教菩萨。正果上面呢，当然呢会有一些论述，谈到菩萨得断果，诸佛得智果。那这个我们慢慢在了解的时候，一一的会有深入的补述。那对于凡夫呢，要破除我相，有分三颗，当然有迷心众、迷色众跟心色并迷的众生。那对于二乘呢，有声闻跟缘觉，声闻跟缘觉种性如何来破除对于四谛法的迷思？缘觉对于十二因缘法的体悟之余，还有一些回小向大的课题，这是二乘的。那这样很清楚哈。再来，请翻十二页。这个经题的总题来讲，有通题跟别题。那别题就般若波罗蜜多，通题就是经的意思，比如心经。应该最主要就是讲经啦啊。那般若的意思是什么？在十三页已经很明白的写在上面。那这个有翻经的四例，以及五种不翻的自古以来的这种规范啊。那请往下翻十四页。十四页呢，就讲到这个般若它的意义。那我们研读经典多年之后，都知道透过文字般若起观照的功夫，最后呢能够证实相般若，这个就是教行理。那这过程呢，就开始了我们每一天的功课了。在课堂上就是文字般若了，回去就是观照般若了。那有所体悟的时候，就看如何证入实相般若了，对不对啊？那这个三般若最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达彼岸，也就是波罗蜜多。这个心经啊，最主要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心。众生是如何成佛的？我们跟诸佛有什么不同？不是吃的饭不同，不是穿的衣不同，也不是有钱没钱的不同。这些当你啊撒手人寰的时候啊，什么也带不走，不是物质界上的不同，而是智慧的内容不同，自在不同。所以这个是无形的。那了解我们这个心啊，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杂杂碎碎的落尘卡在上面，这上面呢就很有重点了。那菩萨是如何行持而达彼岸，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我们呢要摄用归体啊，学习菩萨道就是要学习菩萨的六度甚至于十度，这样很清楚哈。那接下来我们往十八页翻。十八页呢，这是宾宗法师啊，是
很慈悲啊，也很完整的，有把这个唐三藏法师玄奘大师的这个义人的这个部分放在这里，假三就进入正文了。正文呢，每一颗都很明白，比如观自在菩萨，观是怎么观，怎么达自在菩萨，这个通明是什么定义。那接下来21页讲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也就是这个观自在菩萨他在修行，他所修行是在修些什么。那这里面呢开始就一一来解释了。那这里就是经文呢，经文的部分它的要事这里我就不再讲了。我们续翻22页讲般若。那这个般若要从哪里下手呢？那当然呢，这个根据经文里面呢，照见五蕴皆空，先讲五蕴。那五蕴空得掉的人，就不用再谈眼耳鼻舌身意。如果你五蕴空不掉，是从何而来？从六根尘而来。所以我们都退到第二线啊，第一线照见五蕴皆空，你能空是不是就度一切苦厄了？其他不用谈嘛，就不用谈，度一切苦厄，那就证入清净法身了。他没有苦相状啊，这个时候没有所谓的生死问题。那如果不行呢？如果不行呢？那就要从六根尘着手了，对不对？所以继续走27呢，就是在讲五蕴如何空啊。那五蕴如何空？如果不行，那就到30页了。30页，那就六根尘喽，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上面去做理解分析，这上面如何整理，把这些剥落超脱出来啊。所以30啊，就在讲六根尘，就12入啊。到32页呢，就要讲啊，你这个根跟尘产生了很多的东西，结构了意识啊。所以这个对起来，我们如何在这上面下手，就18戒。如果你12入能破，就不用谈18戒，就不用再谈18戒的问题。那有的人呢，修行啊，是有些根器种性的差异啊。有些人呢，他有一些基础，这个是应该累世有修行啊，所以带了一些自己的那个具生而来的智慧，深得智，那也能够观察所谓的因缘法。那在12因缘，就是缘觉特殊的修法里面，我们如何顺逆交叉修行比对，而剥脱自己身心的障碍。所以这个地方呢，从33页开始到34页，就要讲32因缘。那在35页，也就是随着经文的走向，讲到声闻的4谛法，苦集灭道，苦的定义、集的定义、道的定义，如何能够
达修道的目标就是涅槃。这里面呢，也是有很深的学问跟很深的功夫在里面。这基础啊，如果不打好啊，很容易狂妄，是非常容易狂妄，因为跳着修，跳着修。如果你今天呢，眼耳鼻舌身能够好好在这上面好好的离得很清楚，那这个时候就有了某些体会。但生命里呢，掌握了这些有一定层次的稳定，但生命呢，不是只有个别的而已，它有些时候有环境的因素，人的因素。所以当环境跟人的因素结构起来，还有你自己，你生命的定义，人会有一些所谓自己设定起来的生命价值，有没有？有。坐在这里的人都没有去想过你为什么而活，活着干什么，那阿内玛西蒙蒙飘飘，不像一个学佛者吧。所以这个苦呢，它总和复合的缘由因素是有很多的。所以像这些基础的功夫都得好好的真的下过用功过。所以声闻的苦集灭道就是四圣谛真理，这个要好好的修行，好好的了解了解。到第38开始就要讲到菩萨有所体证哦。所以你如果能够透过修行，一定会有它的过程。那这个过程的体验呢，一点点一点点去看到你自己能涌现的这些智慧作用在生命里，它真的有力道。这上面呢，就会阐述到一种智慧的层面。那这个上面诸佛菩萨又如何对于他自己的智慧这上面又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它，这个就是无智亦无得开始了。来继续我往下翻到40页，讲到的是一个体验之后他的状态，那就是无挂碍，没有恐怖，没有颠倒梦想，就能够达于涅槃的境界。这是以诸佛他毕竟的状态，而菩萨就是依这样的一个准则来面对所有的一切，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些细部的东西，我们可以好好研究。请翻第44页，这是前后呼应啊。三世诸佛啊，当然是由菩萨的修行而成。这个三世诸佛都是因为这个般若智慧而达彼岸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前后嘛。那这个后就是要由前面一直走过来，最后就是这样。所以心经啊，好短一步，好大一步。这样一谈是不是都很清楚了？所以呢，这是所谓显说般若的部分。那密说呢，就在讲到
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如果你能够仔仔细细好好的这样来修行的话，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诸佛不骗人的，我们今天会穿上这件袈裟，不是讨个派气，是为着要讨个好起来，是吧？啊，也不会骗我们很久。如果他骗的话，怎么会这么开心呢？这里面呢，就证明世尊呢不打妄语，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过来吧，到彼岸呢、啊，是不是？啊，那这个咒语的部分呢？正说啊，咒语，然后在46页了解啊，佛有教我们很多很多的办法。那以上简短的一点点时间，是把宾中法师对于《心经》解释的时候的一些主重点标示出来，请大家翻到48页。其实不管你用李炳南老居士所编的表解来进入，或是用宾中法师的要事来进入，最后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那甚至于古大德有好多的著述，你可以不厌其烦的研读加比对，只是它是文言文啊。那看一下李炳南老居士所编的这个表解，他就讲到这个讲前的小言，就是普遍的介绍，介绍这个心经它的在历史上有几种翻译本，那这些是大概纲略。那经题部分一样啦，跟前面的宾中法师的经题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心经的表解。那接下来啊，请看到51页。51页呢，它也是有五重玄义，但这个五重玄义呢，跟宾中法师的语词略略有一点不一样。其实所说的没有什么大不同。那每个人来读这个都可以自己去结论，做结论。你读任何一部经典，如果你能够抓到那个纲要，知道这部经在说什么，你就知道他要指导你什么，那读起来就不偏离这个主轴嘛。52页呢，就谈到玄奘大师他的简略介绍，他也是以表解这样来表示。那进入的经文的时候，他有分纲甲纲乙啊，这个是在主要在讲菩萨的修持。他为什么直接就标示菩萨？因为呢，这部经说法者是观自在菩萨，当菩萨在说法，他还会说不是菩萨法吗？所以他直接在纲甲的时候就讲是菩萨法空人我执啊。那这个表解里面呢，纲它有纲甲、纲乙、纲丙、纲丁跟纲戊啊，它有分有五个，有分五个段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一下。所以啊，在是菩萨的修为里面呢，直接就讲说观自在菩萨他
照见五蕴皆空，所使用的就是声波蕊波罗蜜，它最后的果就是度一切苦厄，是不是这样？很明白啊？那它如何的行深，如何的照见，如何它的五蕴能空，这里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对勤法者当机众的舍利子而言，就加以阐述五蕴，所以57页就是直接把对于舍利子，就是舍利佛所开示的这段经文有一个比较详尽的内容标示。那结论呢，这个五蕴呢，如果能空的话，就能够证诸法空相，就是61页。是诸法空相，那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哦。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八部，或六部中道。那这个上面呢，如果真的要解释它，那又是另外一部经了。所以我们会简洁扼要的让同学知道如何来看待所有的一切。那这个地方呢，当然跟着经文走，在受想行识没办法破的状态之下，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个18界里面就要一一开眼。这个开眼基本上是不是全面的？这就是指全面的。那全面的过程里面呢，当然有涉及到种性问题，所以有缘觉跟声闻。刚以就在讲缘觉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那就讲到声闻了啊。所以这是原生法空法我执，这是要破除声闻跟缘觉的法我执。这66页有一个表，有一个表就是12因缘的顺观跟逆观，也就是流转生死门跟还灭涅槃门，这个一个表。好，那接下来后面呢一样啊，跟前面没什么不同啊，就是无智亦无德，这是在讲菩萨对于自己所证得的智慧的态度啊。70页谈到体验之后远离一切咯，所以他的果，什么叫挂碍，什么叫恐怖，什么叫颠倒，什么叫梦想，如何是究竟涅槃啊？这里有明确的表解来帮我们。那后面呢就是赞叹嘛，赞叹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心经很简短，但是很丰富。那最后呢解显开密，也就是对于显说般若做了总持，那进入到所谓咒语的部分。那这个咒语的部分自然有其不可思议的作用力。那同学回去也可以开始持咒了。揭谛揭谛般若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这个课本给同学介绍完了。为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里面呢，我们先了解世尊呢，他在49年呢说法的时候是看到什么，说了些什么，他如何带引我们证明给我们看他悟得了什么。这里面是有次第的，我们当然知道对于五十
五时判教有一首偈子，这首偈呢就讲啊，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年。所以世尊说法有四十九年，二十二年都在说般若。啊，这个般若啊，般若经啊，大般若经，它里面的中心呢，提纲挈领，承先启后，那个中心的那一段就是260个字，这个心经。大般若经啊，是唐三藏法师玄奘大师翻译的，所以玄奘大师自己直接把这个大般若经啊，直接它中心最主要的重点截取出来，明示跟我们说，就是这260个字。所以心经啊，比什么经都流通的广，它是第一名的。那我们再说华严最初21啊，在谭虚大师啊，他有把这个五十判教哈，那个内容做了一个整理，给同学做一点介绍。他说华严最初三七日啊，就是21天嘛，当时呢要说的对象是法身大士，是菩萨，所以佛在自己自证悟的一切直接就全盘托出为菩萨说。那当然呢，这些菩萨还有一分的这个形式在嘛，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一分随情说菩萨法，一分随智说佛法，所以里面有一半一半，就是一全一实，所讲述的对象是界外别缘二种言教，也就是别教菩萨跟原教菩萨，这是最初世尊在说华严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不是菩萨种姓，我们不是法身大师，当时的弟子啊，根本不可能一下就进入，所以世尊呢成立了僧团，入院时，这是入野院，开眼苦集灭道声闻法12年，在带引弟子整个行住坐卧四地上一步一步的带，这是第20的说法，主要是阿含系列，所以阿含12，这12年里面全部对着是我们凡夫而说，所以随情说界内藏通言教，通说法义，就是最主要呢是要让众生呢在有情事的状态，杂染的这些五蕴的状态之下，如何一步一步从生灭到无生灭，四谛这要如何从苦下手，从道下手，看到极的因缘啊，为了证就是灭那个苦，所以呢是用思义法，当时所教的就是你要如何如理作义，思义生灭不生，
灭十二因缘，是理六度。但这里面呢，纯全无实，全部是善巧方便。世尊在阿含十二年里面，全部呈现的是善巧方便，他真实的义理是还没有说出来的，只是要让弟子们证得空的道理就好了。因为你全部住在有嘛，为有而说空，所以这个是阿含的十二。那这些弟子们一一证果了，就是证所谓生灭的这个区块，就是有一果、二果、三果，甚至于阿罗汉果，就看到每个人都自在自在了。不是这样就好了。于是世尊再讲方等经，让这些弟子们回想向大。这个方等说了八年，这里面最主要的内容是三分随情说。因为啊，众生其实还是在自己体悟的一种经验里面而住在里面，那个还是是啊。所以三分随情说，一分随智说。所以在方等的八年，这是第三十说法里面是三全一实。对于界内跟界外的四教并谈都有提到，因为有人证果啊，阿罗汉，四果阿罗汉，界外出界外。那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要导引声闻众持小目大，回小向大的意思啦。探大包圆，就是一直在讲菩萨，菩萨的不可思议慈悲，菩萨的不可思议作用力。那这个时候二乘有修正的人才肯回小向大走出来。所以方等八就是都是在谈偏而赤小，也就是讲你这个是不完整的。那当然世尊在这里面还要把自己所证悟的内容慢慢说出来，那就是下一段的22年般若谈了。如果世尊你照这样说给我听，我都这样了，我都这样做，我也不苦了，是不是就等同世尊？非也。当世尊般若谈讲到菩萨的智慧什么什么，哇，一听才知道内容差异很大。证得清净的法性，不过还是素法身啊，内容呢妙法看不到，没办法起作用。这个时候就讲到般若。所以呢世尊啊就讲说这个般若智慧的内容，它不是我们世间的智慧。所以有22年的时间，就是第四说法时用了22年的时间，二分随情，一分随智，所以是二全一实。也就是大家回小向大啦，你从藏现在方等的时候通教菩萨知道了，可是你要行菩萨道你才能够证得内容啊，你要有经验啊。现在跟你讲啊，去哪里啊，吃冰是什么味道啊，滑雪是什么味道啊，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你要真的去到那里了，吃了那里的冰，滑了那里的雪，你才知道是什么味道。这冷暖自知啊。这个上面呢，世尊呢就开演这个内容。所以呢通别圆三种言教都在里面开演了。那阿罗汉证的什么样的智慧？
圆觉证了什么样的智慧？菩萨在什么状态？有什么样的体悟？这个慢慢开眼出来，大家一比对啊，才知道，哎呀，其实啊，真的所谓自己的智慧，是一烛光，两烛光，难以比会日啊。这个时候呢，二乘的正果的这些弟子们，才真的行菩萨道，但贺大法，少龙佛种，就是贺丹如来家业，发心啊，原来就是不一样嘛，他以为就一样，我们都是披了人皮长一样，内容可是不一样，是不是？好，所以22年的般若坛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你怎么知道佛成就的是什么，菩萨证得的智慧内涵又是什么？而心经多重要，他就是把大般若经啊，所有的这个重点精华，就这260个字。再讲到法华涅槃共8年呢，这是世尊呢、在谈到内容之后，就说法华唯随智说，只说就佛菩萨怎么走过这个路线，那他智慧的体德在看自己的前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实况，所以即唱本怀，讲的是界外最上一层圆教，因为都是有正果的菩萨啦，讲的是界外的到无作四谛，不思议不生灭12因缘，谈到的是称性六度，他不是在讲事相上的六度，也不是在讲理上面的六度，而是在讲称性。菩萨在行六度的时候，是以清净觉性觉而行，所以这个是第50的说法。那第50的说法里面说法啊，是在这种状态。至于涅槃呢，就是追说四教，追明四教，也就是在这个藏通别圆里面，如果还有漏失没有办法连贯的，就在涅槃里面说涅槃的最后这一段，再把它连贯起来。那众生到底什么是他整个的全貌，说明白之后，还要让你能够把这些通通消融。所以啊，追名四教，那世尊的49年一代十教，无外乎就是循循善诱嘛，这样子的导引啊，最主要是使诸弟子啊能够慢慢的熏陶，破所有众生的妄执烦恼。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在般若坛里面，所以呢，它是代二权说一时，这样了解心经的重要了哈。那我们要进入这个心经的这个开始的时候，要知道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简称就心经嘛，大家都很熟啊。在佛教的大乘教典中，心经最短啊，它所诠的这个理极深奥微妙，浓缩600卷大般若经的要义。最主要是阐明宇宙人生缘起性空的道理，同时呢，当然也说明显示般若真空妙理的体用
就是它离体跟它功用它的功能，让听闻实践修行的人能够得到实质的利益。那这个利益呢，就是最重要的了。听重不重要？听闻佛法一定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原来都不知道，知见都错误嘛，所以这个是修正我们的知见嘛。听是重要的，但你实践去体会它而成佛了，是不是马上要追上来？那这个内容的检核，这个核心呢，就是般若，这是佛法的心要啊。那我们再讲心经，是不是就讲到这个心？